同齐中学成立超过六十冬，是嘉义县老牌私校。即马受到小资化的影响，全校加起来学生只剩五十五位，经营非常困难。嘛，伫咧2020年列入专案辅导学校，伫咧今年8月份嘛，互国教署接管，互学生会当继续上课。我目前的学生哈，高三剩下21位，高二白天的有8位，然后进修部的也有8位，然后再加上国三的一共18位同学。那我们这几个孩子呢，这几年我们其实真的很认真很努力了。那可能很多人会说，其实私立学校应该董事会也会有很多的挹注，那我也在此说明，我们的董事会真的尽了全部的努力了。我们前校长陈维忠校长他已经卖了2栋房子，然后林环董事也解了他的定存，其他我们的董事要么就是老农老妇，或者是教育界退休的老师。所以我们真真正正只是怀着一个理想，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希望办一个身心灵都能够融合的一个学校，在探险之中，在做中学，能够让孩子很多很好的发展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可能我们还是不够好。所以到目前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希望在教育部告诉我们说，最快8月他大概就可以有资金挹注进来。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陪伴孩子，不缺任何一堂课的，能够让孩子不受任何委屈的，能够好好的在他的功课上。因为我就告诉孩子说，我们心灵是非常富足的，其实我们富足到只差钱。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孩子们问我说，那校长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我跟他们说，不要忘记我们约定好，我们要改变世界。所以现在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念书，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日后把每一个恩人给我们的恩泽，给我们的恩惠，一个一个的把它传到社会上。那在这次的募款之中，我一直希望，我一直相信，在整个校友之中，或者是在整个社会，我现在收到很多的温暖。我在想，这是台湾非常美丽的一道风景，我们有非常良善的人。那借由一封一封的信，我昨天看到有一个款项可能是500块钱， 我好感动。甚至有孩子念了大学，妈妈拿了他的奖学金，说孩子表现得非常好，这是他的奖学金，他说要来帮助学校等等等等，这样的故事我都觉得，这些事情都让我们更加坚定，而且更加骄傲的能够好好的做完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当老师有这么棒的孩子真的很值得，一切都很值。校长高作平表示，日前已经发出公开信向校友求助，虽然国教署已经确定8月份的接管学校，但是学校还有200万的资金缺口。陈维忠董事也已经卖掉2栋厝在支持学校，林环董事长更是改造定存来支持，希望最后会当募足资金，伫村的半年来做伙拍拼到最后。最新新闻内就到那顶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